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大越好看。有些女生是属于小家碧玉型的，有些是属于成熟妩媚型的，各种不同风格的女生都有不同的人喜欢，也有着不同的魅力所在。女生其实是很百变的，不会总是同一种类型。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十二生肖中越长大越有味道并且让人心生爱慕的生肖女都有哪些吧。属虎女，霸道而不失温柔。属虎女的性格或许有些霸道，但是霸道的外表下却不是温柔的存在，而且这种女生很容易受到男生的喜欢。她们具有不同的风格，想霸道就霸道，想温柔就温柔。越长大越有自己的想法时，这种表现就越来越明显，很容易让别人产生爱慕之心哦。属牛女，懂得照顾体贴人。属牛女是非常会照顾人的，他们的温柔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认识的人还是陌生人，都会展现出自己的温柔。当属牛女成年之后，会变得越来越懂得照顾别人，越来越有贤妻良母的味道，以至于见到他们时，很多男生都会对他们产生好感，有着爱慕之心。属鼠女，聪明伶俐。属鼠女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很聪明的，有着属于自己的小机智，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被属鼠女解决一样。当属鼠女越来越长大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把当成嫉妒心一样，男性朋友都喜欢她的小机智。这种小机智不是什么大聪明，但是会让人对其产生好感。属马女，开心果。属马女在生活中像开心果一样，整天逗着大家开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开心果的特点就越发的突出，她总是能够让人喜欢上她们，并且不会让人觉得是耍宝的行为，男生就越会喜欢她们这种乐观积极向上的女生。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